你刚才说什么了？你想说什么？刚从监狱里出来是吧？你觉得“监狱”这词儿不好听？你在照顾我的感受是吗？ 杜小苏，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现在看着我的目光。这算什么？同情？啊？不，是可怜我是吗？我不是同情你，我也不是可怜你，我是在关心你，因为在我心里，你还是以前那个雷雨正。 你圣母转世吗？啊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？我去看你的时候，你是这个样子，你现在对我还是这个样子，你接受我对你的关心就这么难吗？杜小苏。 你的关心，在我这儿纯属多余。好，你可以不接受，但是我今天管定你了。跟我回家，走，起来。你见过我爸吗？我爸现在这个样子是谁害的？ 是我把我爸害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我有脸回去吗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那是因为脑中风的后遗症。你自己都知道，这种病好的几率几乎为零。走。 自己最死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走。雷雨正，你伤心，你难过，你委屈，我都理解你。可是你是一个男人，你就是要扛起这份责任。你爸现在已经这样子了，你在这怨天怨地怨自己有用吗？你爸就能好起来吗？是，你现在是挺难的。 可是这个世界上哪个家哪个人没有一点难处？你要喝是吧？我陪你喝。你疯了！你不是也疯了吗？要疯，咱俩一起疯。 你到现在都没明白，我是为了你好，我是个衰星，谁接近我，谁就倒霉。这件事真如，现在是我爸。滚！我是不会走的，要走咱俩一起走。 怎么？害怕了吗？杜小苏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那个雷雨正了。现在的我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就这你还是落在哭。 最悲伤的泪滴，是。
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自为您下厨，您多少吃一口，啊？你谁呀？爸，我是您儿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叫雷雨珍，他在国外，啊？别来烦我啊！来吧，吃着。谁让你来烦我呢？老头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又没让你来管我。我是您儿子，我是您儿子雷雨珍，爸。儿子，你是雨珍？是，我是您儿子雷雨珍。你真是我儿子？是，爸。啊！你总算回来了！哎呀，雨珍，雨珍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！哎，棉花糖呢？您是不是想吃棉花糖了？胡说八道！你这棉花糖哪能吃啊？你把棉花糖吃了，谁陪我玩？糖来了，老雷总。哎，棉花糖！哎，棉花糖呢？哎，爸，您手上不拿着呢吗？雨珍，老雷总说的棉花糖指的是杜小姐。